新娘赵宣德先生，新娘刘雅文小姐。新郎陈永坤先生，新娘黄玉婷小姐。还有新郎周佩明先生，新娘王艳龙小姐。像美国人白，美国人一样白，中年中年中年，姿势摆美一点啊。哦，还有新郎邓志祥先生，新娘胡小芳小姐。我已经听到没有？哎，你没有回答，你没回答。以后列入我的管辖范围。OK， 已经列入记录了。记录三号这一段。对。以后列入我的管辖范围。没错没错。1、2、3，OK。公证人询问新郎新娘结婚争议。请问吕俊德先生。杨铁珍小姐，你愿意供起典礼吗？可以吗？请问林建明先生、林乃英小姐，你会供起典礼吗？这一次怎么供？请问张玉硕先生、黄玉轩小姐，你会供起典礼吗？李李先生，黄正廷小姐，恭喜你吗？请问许良娣先生、杨彩芳小姐，你们恭喜你吗？请问李隆基先生、曾慧兰小姐，你们恭喜你吗？李旭东先生、白丽珍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白丽珍小姐，我们要背景。请问林元甲先生、肖美华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里面先断了，里面一。张景轩真的要吼大声一点。郭苗先生，录音有录到才算。不喊我帮你喊。我跟你讲啊。那个我妈如果没有听到啊，就不算了。算了，听到没有？不然我妈如果赶快叫你妈去楼下，赶快叫你妈去楼下。陈启生先生、白智慧小姐，能恭喜你吗？张志成先生、曾美惠小姐，能恭喜你吗？应该快到森德家了吧？张强奇先生。邝允贤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请问王良飞先生、林佳玉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我愿意。漂亮漂亮。你要说我愿意。郭振仲先生、蔡燕华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可以。请问陈伦杰先生，声德不够大声，你就死定了。告诉你啊，那个肚子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 ，OK。许宗耀先生，到时候放出来，我们就听得到。没错。就完蛋。等一下，我就按消音。好戏。吴俊凯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愿意。赵生德先生、刘雅文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我愿意。哦。哎，你有没有说我考虑？没有，我很想哎，我考虑。问周佩明先生、王艳龙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我考虑，我考虑。还有，请问邓志祥先生、吴小芳小姐，你们共举典礼吗？好像有好多人愿意。公证人先读结婚公证书。新郎李俊德先生，新娘杨铁珍小姐。以上这些新人以中华民国97年1月6日上午10时。在台湾台北地方公证处理台公开举行结婚仪式，有二人以上的证人在场，本公证人及其请由公证法第二条第三规定构成本公证书。中华民国97年1月6日，台湾台北地方台公证处公证。连续动作要朝这边了。新郎新娘行结婚礼。
新郎新娘请转身面对面，请各退一小步，请注意后面的距离，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来宾请掌声祝福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交换记录，请新郎将结婚戒指轻轻地套在新娘的小手上，好，我们再请新娘将结婚戒指牢牢地套住你的新郎官，套紧一点啊，把手秀起来吧，哎，来走走走，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，哇，好亮哦！他说明年要送我一个一克拉的，他说一周年送一克拉，两周年送两克拉，录进去了没？录进去了，录进去了。